然单身。对，而且我刚帮你们问的，如果要这边遇到他是晚餐时间来比较容易。对，他通常都是晚上的时候。晚上，而且待在这一桌，这一桌。而且一哥还不止问了这个问题，他还问他有没有男朋友。欢迎来到时尚玩家最新网络希望，里长带我吃，里长带我吃，里长最美里长吗？对，你太快破题了，太快破题。南投的草屯，你可以看到草屯的民众已经渐渐的聚集过来，因为我们现在在录，对，他们已经站在我们身后站了一排，而且站位置。像这边呢，因为这里的环境很好，天气很好，会不会穿太少了？一早就来这边晒太阳，是非常舒服的。看一下里长在哪里？里长，他不说就刚好在草屯。里长，哎，问一下阿北，请问里长在哪里呀？里长，对，几天吗？活动中心这里啦。哦，这里这里有。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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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中心那边。哦。哎，有人在跟我们挥手。你是里长吗？你是最美里长吗？哎，还好一发没。不敢承认。你好。要不要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这位就是敦和里的里长。立刻口大吗？可以。几岁啊？23。23？为什么实话啊？没有，我在想我大他几岁。哎，真的好强哦！我们今天的计划是里长要带我们吃，是想要吃东西。里长带我们吃看这里草屯有什么好吃。你喜欢吃什么？从小在这边长大吗？我从小就住这里，我喜欢吃很多哎。譬如小吃，有什么代表性的？你想带我们吃干面？干面。我们草屯最盛产的是麻薯，马吉哦，马吉是有名的，马吉是有名的。草屯的马吉，那可以带我们去吃吗？可以啊，最喜欢的那一种。可以啊，从小吃到大的。哎呦，好，走。第一次选冲动，做人比较冲动一点。23岁只能选第一次选，然后哦，那你觉得现在有什么感想？上任你当多久了？杂事几个月，几个月而已。他说，而且他刚刚说杂事很多，杂事。现在是抱怨吗？没有，因为一天最多可以接到30通电话，所以是就是可能是民众的一些事情啊，对，然后你要帮忙调解啊，对啊。到了哦。哎，漂亮哎。哦，马吉店吗？是。不知道他们有冰淇淋。它应该是我看过最漂亮的马吉店哦。我以为你说这是我看过最漂亮的里长。我是马吉店。可以拍照。我进来就发生了。我刚以为他有卖鸡排，就那个这是马吉吗？马吉。这是马吉，它里面的花生也塞太多了吧？啊，你那是颗粒的花生吗？的花生米口味，超花生超好味，它看起来超炸鸡的。很可爱，而且是现包的。哎，现包的，它是包，你每一刻都看得到它是在里面制作，手工制作。大文，会吓到的。你觉得里面是来到月子中心？那看有没有别的宝宝？这个是我生的。蛮高的哦，58公分哦。可爱吗？哦。那你推荐哪一个？对，什么口味？招牌的。招牌，因为它是招牌嘛，花生。而且超便宜的，超便宜的，你看10个140，一个15块，对啊，超便宜的。哇，它料是真的是塞到爆的那种。然后它这间马吉店很酷的点是，老板自己还有去研发，去学那个意式冰淇淋，所以马吉店还有卖意式冰淇淋。真的，哎，我们太超可爱了。哎，不是，没有那么乖乖口味的，金门高粱，然后你看这个川贝枇杷膏，哎。而且你有看过乖乖的椰奶乖乖冰淇淋吗？乖乖对，很酷。先吃枇杷膏。哦，很川贝枇杷膏哎，就我本身是川贝枇杷膏的重度使用者，我也是非常熟悉。可是它是调的很好吃，是你要不要哭一下尝尝？一个给你啊。哎，好吃哎，好吃，这乖乖椰香乖乖。好野，是乖乖的味道吗？就是乖乖的味道。它比较椰子，但是蛮乖的。你很乖，很棒。乖的假假，加金门高粱。金门高粱。谁来着？
怎么样？好酒的味道。好酒吗？它入口那个高粱酒的香味好好足哦，可是不会奇怪哦。我觉得我好像在那个酒厂餐馆，对对对对，吃里面的产品，这个好吃，很香，是不是？这个很清香哎。台北可以开吗？啊好，好，他说好。等一下，好，等一下开一下。好敷衍。敷衍，然后等一下就开开。而且我觉得它很棒是。马奇他们自己做的，对，配上他们这个自己的，好好吃哦。它调整的很适合冰淇淋。对，所以冰淇淋是你做的吗？是我们就是是有三个兄弟姐妹啊，对，然后一起研发出来，对，很好吃哎。谢谢谢谢。那为什么口味都这么奇怪，都不是大家熟悉的？可能我们就是喜欢做我们自己平常喜欢吃的东西啊。然后像川贝枇杷膏的话，就是像我哥小朋友啊感冒，然后还吵着要吃冰，所以我哥就想到把它做到冰淇淋里面。这个是草屯的名产马吉。这盒是长的还是圆的？我们打开看就知道了。来，圆的。长的吧。长的。圆的在这里。金条。这就是金条。对。很趴，真的不一样，很软，很嫩 Q， 很软，非常新鲜，不粘牙。而且我更喜欢这种是，因为我很讨厌，我比较吃不习惯刷刷的那种感觉，在里面是花生颗粒加芋泥。哎，好大块哦！它的花生颗粒是基本上是有点像你想象整颗花生稍微拍一下那个碎开那种大颗粒，所以吃起来是比较有嚼劲的。哦，你这个是什么啊？这个是招牌的哦，招牌，圆形哦，你们两个都是招牌，所以它只是形状，一个做长的，一个做圆的，对，每个人喜好不同，而且我觉得它上面裹的粉也蛮酷的，就是细细的，对，它是花生米口味，刚刚枕头的那个。包好包满，它里面很像那个，你们知道花生糖吗？花生糖的碎碎，然后超级多的颗粒在里面，而且有大有小，然后还有芝麻，所以其实吃起来口感很丰富。对，我觉得这个冰起来也很好吃哎。瓦吉的话可以冰冷冻，然后退冰的话口感一样会很软 Q。哦，冷藏的话就会太硬，对不对？对，冷藏的话那个我们皮是纯糯米做的，会硬掉，冷冻再退冰就可以了。不错，而且很新鲜。所以草屯的人其实都是瓦吉专家喽。对，还有马吉，吃马吉长大，马吉街，对，一条街上面至少有四间马吉店，很猛啊！对，为什么你们？对啊，为什么这里这么多马吉？因为草屯盛产就是稻米，然后他们的米就可以拿去做米制品，米制的马像马吉这样，然后像这个圆形的，就是我们就会称那个金币嘛，对，长形的就是金块，金条，对。那初一十五、初二十六会去拜我们土地公，有对面。对面的地公又有财神庙，也可以拿去拜财神爷庙，因为麻吉以前会比较黏嘛。对，那我们有一句谚语就是麻吉也粘吉，就是拿我们拜我们的麻吉去粘他们的吉回来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如果要买伴手礼来草屯，就知道就是可以带麻吉回去，或是当他的礼名啊。他伴手礼，因为可以黏大家的钱，他就一直送大家麻吉，然后把大家的钱都黏过来。没问题。没办，真的没办。那个是新的吗？这个是金沙巧克力口味的。来，倒试一下，试看一看。因为我其实个人是非常勇于挑战很多创新产品的。哦，要不要站起来抖一抖？这个都是意外看到旅长天然呆的，很 enjoy。吃这个一定要在家里吃，对，吃相不好，但真的很好吃，很适合自己一个人在家享受的时光。但是我觉得很好，是加了这个马吉的皮之后，让金沙那个很甜的那种感觉降低，我觉得是蛮好的。哎，他们真的很棒，因为他们像现在又有可能加了新鲜的水果啊，或者是会随着季节推出很多创意的新品，我觉得大家可以偶尔来都吃到不同的口味，也蛮好的。这样子住在这里也是蛮幸福的。对啊，是吗？住在这里没错，真的吗？宜居的你。对，因为我们临近市区，然后又在郊区，所以非常的安静，然后又季节上也很近。有甜吃完的肉，等一下应该有个咸的东西要带我们吃。刚刚李长有说他从小吃面吗？对，小吃，我最喜欢吃小吃。吃小吃，对，要不要带我们去吃一下？带你们去吃在草屯也很好吃的台南蛋仔面。赞哦！好耶，走。你也是，就是有
在这里红起来，就经营粉丝团啊什么的？我觉得是请走，然后到后来是媒体帮了很多的忙。媒体对，因为我们新人有来报道，对，我们新人就是没有知名度，没有人认识，到后来就是媒体变成家喻户晓，这样。就是刚开始也是因为最美里长，然后被报道。对，那会有很多粉丝。对啊，有人特别跑过来草屯看你。有那种北部来的、高雄来的，然后来拍照。哇，所以都是找得到你的，都会在那个活动中心那边。我们算是机动性会跑来跑去，但是打给我基本上是找得到。那你有没有遇过什么最贴心难忘的事情？贴心难忘，虽然才一个月啦。应该就是黎明会一直送我吃菜跟一些食物这样子，会冰箱放下，把你喂饱，对对，然后一直叫我多吃一点，觉得你太瘦了。会不会有很多阿公阿嬷？对啊，这样子大家会想要让你当媳妇。我问天弄错啊，我阿婆安喏安喏。想要这里丢背啊？还是我去选个里长？我觉得你可以。哎呦，这种当然要大家一起来玩，然后日游这样子的。你好，你好，你好，我们算在南投，可是里长带我们来吃台南蛋仔面，多谁？里面请，里面请。好。你们知道里长也喜欢吃你们的东西吗？对，他会年轻，知道，从小吃到大。知道的，我想要里长套餐。对，我要跟里长吃。那你的大米是加蛋还是加贡丸？随便，我有蛋都可以。都加。都加，我就很开心，我都要。小孩子才做选择。所以你的组合是一个蛋仔面干的，然后再一个汤，再加一个卤蛋，再加一个鱼丸，再加一个汤，再加一个什么蛋糕煎肉汤。很明显，那个里长家境应该不错，才可以从小这样子吃。我觉得是食量蛮大的。我觉得他有精打细算，因为这样大概100块。对对对对。哎，刚刚好，鸡塔满人套餐。就跟一个，他有听姐姐的话，马上吃这个手卷。来，玉哥，你真的是家子口味。我觉得个人就一直很喜欢这种台式的手卷。等一下，上菜啊！哇，我们的鱼缸很棒的啊，漂亮，慢热配，很补。我发现它蛮夸张的是，它是实心的。它里面满满的菜，是真的很扎实。对，真材实料。那我吃一个就饱了，怎么办？你说你最好胃这么小啦？我可以先吃饭吧。好好好，肉燥饭。肉燥饭，跟面一样的。你的那个鱼丸是另外加的吗？另外加的，因为刚刚里长有讲说他都这样标配嘛，对，配菜就有这个。对，因为它两个都很入味。哦，是我喜欢的那种。咸香味比较重的，然后配上酸菜。哦，重点是这个，只鱼丸只答对一半。对，因为这个是福州丸。啊，小心那爆汁。里面是有肉的。对。而且我发现，我知道为什么里长要吃这个担担面了，因为加了卤蛋之后，它是一个笑脸，做了一个微笑，就是很可爱。对。不好。它味道超够的，它这个肉松淋上去超油香油香的，但是这种就是你家附近一定有一家面店是你超爱的，对，这家应该就是里长心目中的那家店，所以如果说粉丝哦要来找他的话，就来这边，我告诉你就是这家了。但我觉得，因为他刚刚不是说就是超多人会送他东西吃，你会不会因为这样就比较少出来吃饭？因为家里太多东西吃了。不一定耶。就是看家里有没有煮，啊没有的话还是会还是会出来吃。而且我刚帮你们问了，如果要这边遇到他是晚餐时间来比较容易。对，他通常都是晚上的时候。晚上，而且大概这一桌，在这桌。大概在对面那个自助餐买的时候，如果看他这边就不要买自助餐了，就走过来。走过来，而且一哥还不止问了这个问题，他还问他有没有男朋友。对。然后他说没有。他说就欢迎介绍。你有发现他脸现在超红的吗？超级红。是上腮红。那你喜欢怎么样的男生？好像没有特别条件是哦。你不会特别挑？不会，喜欢就好。
喜欢就好。哦，为什么刚刚有点少女感？然后欢迎那个单身男子自己赶快报名。之后还会再还会有新建案。啊，但是真的南投是个很适合住人的地方。对，宜居啦。好，真的。天气上也很不错。如果搬来这里，里长电话我一定设为常用。我来确认。就是这个人，就是因为有这种人，才不要一天才接30几通电话。对。喝汤，喝汤，喝汤，喝汤。对啊，刚刚这个鲜鱼汤上来，大家全部都惊叫，因为它的肉还蛮大块的，很多。你看，非常多，这是什么鱼？鲈鱼，鲈鱼了，鲈鱼哦，鲈鱼得水，鲈鱼，对啊，鲈鱼很补，很鲜嘛，鲜，可以吃你一块吗？可以，可以啊，这是我最喜欢的那种姜丝汤底的，对，我觉得其实就像里长讲的，其实这些美食我们很常吃到类似的，但是永远少了一个，就是其实人情味最重要。是，所以我们看，我们刚刚一来，真的是里长，他吃什么大家都认识他们。对，对啊，所以也希望里长可以接下来开发更多敦和里的美食，让我们下次还有机会做第二集，好不好？没问题，来，这个有那个言情债主，壁咚我。哇，刘山洞吃面就是一家人嘛。那台湾下面好吃啊，你的下面。欢迎收看时尚玩家，一起来吃红。哇塞，这个单元好久没有，哎，也有啦，就是一直都有。你应该有看过他，他是你们这时代的人啊。你讲的我好像什么时代人？影片很常看到他，对啊，是真的蛮火。他最近超红的，出现在各大的演唱会、颁奖典礼上面。个人蛮期待遇到他，因为我真的想说他本人到底会是怎样。对。所以今天呢，他要来带我们到西区卧虎藏龙。多人。而且那这一家听说也是非常厉害，必比登有名的。让我们欢迎阿汉。大家好，我是阿汉。瑞珠，小姐姐好，哥哥好。啊，你要叫哥哥吗？弟弟，弟弟。我刚问他什么时候出生，他比我小。你小几岁啊？是，他94，我95年。哦，那你要保养啊。他很年轻。年轻啊，年轻。他很年轻。我的菜。好，我的菜嘞。我跟你说，今天这家牛肉面店啊，听说是必比登连续2年。推荐你也有来吃过啊？我吃过一次。那你上次也是大排长龙吗？上次挤到爆炸，真的吗？我那时候在外面等很久，然后就终于进去吃，然后在里面也是这样。那你是偶然经过吗？还是你是啊随着必比登来？因为我的导演是台北人，然后他知道这间很有名，他就带我来吃。哦，因为里面真的是这样。这样子，这家牛肉面的特色是什么呢？有什么大排长龙？我们来试看看。它基本上的 size 就这么大碗，应该是吧？大碗。对啊，它好像是只有一个尺寸。可是它红烧的汤头其实看起来跟清炖的颜色蛮像。先喝一口。它的肉是不太一样的。哦。哦。有哦。它这个汤厉害哦。我也想知道多好，那你自己点一碗啊。我可以喂你弟弟吗？可以可以可以。很烫哦。哎。如何？哎。哇，好轻哦。轻烂。你喝一口我的，我怎么喝不出红烧跟清炖的？真的。还是我味觉失灵了，是不是？我。老板，你搞错。是不是很像？老板，你搞错了啦！请问一下，你们的汤头是？哦，汤头是一样。哦，对嘛，对嘛，是肉不一样，没有错怪，是吧？没有错怪，没有错怪，所以是肉是清炖，然后肉是原味切片的肉，那红烧的话是卤过切条肉这样。但汤头是一样的。啊，对对对。哦，我刚以为我味觉失灵，不确定这件事。没有没有。嗯，然后哇，它排骨好好吃哦 ，juicy。嗯。嗯，然后下排骨也不吃牛肉哎，那种越南排骨。越南排骨是有一点。那我们越南小吃店会有哦，是哦。你模仿过这么多角色，你有没有特别喜欢哪一个？我最喜欢软元娇这个软元秀，因为我学软元下的时候我都很赞助，不然我看到小军我会紧张啊，看到帅哥也是。你看到他应该比较紧张。嗯，会。他真的是你的菜吗？就很标志啊，就
端端正正，五官是五官这样子。谁的五官不是五官？好像。没有啦，大家都是很可爱的，好吧？很可爱的哦。哎，他的面是不是比较接近像乌龙面那样？嗯，真的，好像是。你刚好吃一口面。嗯，圆圆粗粗的，但它的肉酱给很多。你吃它的肉了吗？你要吃一块它的肉？怎么会有牛肉面店的肉这么嫩？很好吃哎。它这种是有点薄薄的，然后嫩的那种。我觉得它肉好嫩，好好吃。然后他们说要配他们的豆豉，每一桌好像都有在加。你前阵子的那个九天玄女啊，真的是红到一个翻掉了，炸裂。嗯，你怎么有这个想法，想说要去做这个模仿？因为我以前就是蛮爱算命的，我连那个健身教练要选哪个我都去算。Why？ 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失败啊，你知道吗？你知道运动有多辛苦？是啊，但健身教练失败的几率不高啊，通常失败的是学生本人。健身教练还好。对，反正因为我不太有毅力，然后我就问那个算命老师说谁最可以管得住我，我就把它摊开，就这样哒哒哒哒哒。结果后来你有真的有用，真的有用。然后我这样才刚开始，所以不要这样子。哦，你是刚开始健身，我想说那算命真该死，这刚开始都想找同一个算命老师。对，因为他们通常都是接天线的，就是那种。然后，所以他有帮你再介绍了一个教练。对，有介绍教练，但我现在其实有慢慢戒掉算命这个习惯，因为我其实觉得人还是要靠自己。对啊，有什么好算的啊？我以前是两个礼拜算一次，现在就是半年算一次。这么疯狂，两个礼拜算一次，有什么那么多事情可以问？就是很愚妇啊，就是那种愚蠢的那种农间女孩那种感觉。所以你说那个阿姨真的是你的算过命，然后看过的阿姨，你把她模仿下来，还是这是你想象中的一个？想象的，因为其实，在日常生活中，那种台湾民间就有很多很夸张、很奇怪的、啊，其实不比我的那个还要离谱，就是更离谱这样，就群魔乱舞这样。来，这个有那个严青在主，卢小镇那个不行的哦，那么瘦现在对不对？一定是恶鬼把你那个肉抓掉，抓走。你也是，你的台词都是临时想的。我跟我的导演想的，你要写本啦，写本这样。那导演，你们导演很强哎，怎么可以有这么多有的没的？他会写故事，又会知道什么好吃的。讲到算命，我有一次在怀孕的时候啊，然后就有一个厂商，他也不算算命，但我就是到了一个厂商的办公室要去开会，他的办公室里面就拜了一个观音还是什么，我有点忘记，反正他就很虔诚。那时候他还没满三个月嘛，但大家知道我怀孕，走进去的时候他就说。你这胎哈，男生。然后我那时候都还没有验男女嘛，我就说哦，真的，我说男女都好啊，因为我真的觉得男女都好。那时候完全不知道，我那时候都不知道。你要验出来是男生女生，就只剩下几天这样。然后所以我就开完会之后，他就说男生，我也没放在心，反正我就去验了嘛。然后后来不是就女生，我在第二次再回去再开第二次会的时候，我一回去他就说安娜，男胎哈。我说没有哎，我刚验的确定是女生，她不是脸垮掉吗？啊，那丢啦！我说什么意思？心里想说这样子还能转，他就说啊，那丢啦！哇吼，可以讲那个观世音菩萨吼，甲讲啦，讲吼，那个男胎对你不好啊，所以讲换掉啊。转这么硬哦、喔，他就转这么硬哦、喔，好硬哦他。哦，换掉女胎安尼好。我想说你有事，这些人真的不要脸的，真的很有事哎。其实很多人都靠算命赚很多钱。我通常我的经验是，只要破万，自己要小心，要审慎。算命要到破万？我曾经算到最高这样子。为什么？他是直接给你开价目标，还是说随喜这种？因为他就是我身上有鬼，然后我那时候确实蛮衰的，然后他就说。你要有鬼还是你花七万？然后就是寡杯，然后那寡杯的东西真的刚好都会一直正负，就是刚好就是跟我讲的差不多，我就吓死，你知道吗？然后就给我一堆经书，叫我回家念。他说这一本经书加一个土地公，他就住在那个护身符里面，刚加起来七万，不要跟人家讲哦，我说你很便宜，七万你是正负了，最后有变好吗？他就叫我回家念经，然后我翻开第一页，我看那个南无阿弥陀佛，你念不下去，我就生气。我宁愿跟那些鬼相处，也不要花七万。真的，现在如果再叫你花七万算命，你会去算吗？我不要啊，就是运动还是不是？加入了哦。你接下来有要挑战什么样的角色吗？
接下来哦，其实我其实也蛮 free 的，我不知道，就还在找灵感，对不对？那因为大家都好期待你接下来的九天玄女之后还会是什么样的。对啊，最近有什么新的作品在筹备中？还好，就可能未来就多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比如说唱歌啊、演戏啊。他日文讲得很好哎。他有时候我都搞不清楚他是哪一国的。不是，我是有时候是搞不清楚你是真的日文讲得很好，是为了拍片去学的。是有一些基础，但是还是有人会教我，比如说给我个录音档，就是听，跟着他的那个音波这样走。我以为他是去日本当什么交换学生，没有讲日文的时候，你其实没有去留学过，你是一个很神秘的人。我只是那时候很哈日，越讲越像。他有一次在我看他的影片啊，然后他在模仿大陆人，我后来才知道是模仿。所以你先以为他是上海，你是台湾人。没有，就是咱们都是一家人嘛，是不是？我真的以为他是上海人呢，然后我就到处跟大家讲说啊，他不是台湾人呐、啊，然后他们大家就才跟我讲说，原来你是在模仿。没事了，就其实不管怎么样，其实我觉得就是吃面就是一家人嘛。对，台湾下面好吃啊。你的下面，就什么私处有问题吗？私处有问题，我可以弄了把那个。因为我之前看你那个酷儿节目，就看到有人说那个下面臭臭的。哦，那个影片太红了。对啊，我真的没有想到那个影片会一直这样子流传呢。你是一个超级神秘的人，所以你到底是台湾哪里人？我是花莲人。哦，你是花莲呐！大家好，我是花莲人。花莲人的口音是这样吗？就是很多讲一些腔调，比如说像是去打球，会讲打球，会讲打球。客家人的口音你会学吗？那是交给董日华。今天看到你很开心啊，因为你的影片真的让我们娱乐好几个晚上。谢谢，我不想再讲回去，不想再称赞你。没关系，真的没关系。因为吃我很爱你。真的吗？唱歌不？因为我通常都不上。我很蛮不爱上节目，因为他们今天说会发阿汉的时候，我有惊讶，我想说，都想说阿汉怎么会来？因为我通常没有在节目上出现过，因为我真的很不喜欢上节目，因为我很容易紧张，然后就开始焦虑症，因为就是很喜欢你的。可是你的 YouTube 那么的活泼哎，你居然这么焦虑，你还会紧张？我需要很多人，就是像我的导演啊，我的伙伴，他们要在拍之前要灌我酒。拍？真的、喔？所以你每次拍前都会喝酒？我现在就有喝。那你要喝什么？是要喝威士忌吗？一个 Monster 什么的。哦，椰哥棒啊！对，我那个就一下去就会开始变得比较不会害羞的。真的假的？所以我现在没办法跟你交流，我跟你超级真的，真的哦，没有想到哎，我以为你是一个很外向，就不太紧张的人。那如果哪一天，如果说，因为现在 YouTuber 也是开始慢慢的会跟演艺圈会做结合嘛，如果哪一天说金钟奖要找你去主持，主持还是不要好了，因为就是像去年就是去做那个开场片，我觉得到那种用影像露出就够了。本人的话，我临场反应真的是。真的吗？可是如果你是，比如说这一段颁奖人是阮月娇，然后下一段颁奖人是九天玄女，当然可以。不要被骂就好，我可以。你不会那么可爱，谁舍得骂你？没有，我真的蛮就是很喜欢节目，不然我真的是。我们也很喜欢你啊，因为我觉得你的影片真的很有创意，所以接下来我们期待你更多的角色。嗯，很期待你接下来的作品。对啊，你不要看我啊！你干嘛？你真的会害羞？你刚刚壁咚他？壁咚我？哇！刘善栋。哎，这家真的好吃哎，而且你看他的排队人潮是没停过，很夸张哎，很夸张。现在对啊，现在中午，而且其实这边附近很多吃的，对。然后这家也可以排成这样，而且它历史感觉很久了。我看它是创了1951年，民国40年开的。你那都出生了？民国40年我还没。弟弟在你这边，很多外国人会来吃。就大家可以来吃看看啦，它的汤头是真的蛮好吃的，然后面条，因为我还没吃面，你知道面条是怎样？有 Q 吗？嗯，有点小蒜味，豆腐酱。喜欢它的那个肉酱，那个面条搭配肉酱。哇，它的面是偏乌龙面哎。嗯。嗯，然后去同学家吃饭了，那个铁碗，对，怀念的感觉。那当兵的也是。它肉很好吃的。站好。你有当兵吗？有哎，这个有。你是什么兵种？我是空军。他也是，你是当？海军。当多久了？4个月。也是四个月。两个在4个月都给我骄傲什么？那是海陆的啦。哎，他不只是海陆，他去吃火锅也可以海陆。好像介于好笑跟不好笑中间的，好想要批评，但是又有点好笑。好吧，那我们就停在这里就好了。今天谢谢阿汉，谢谢。哎，我不管哦。
个泸州的夜市。哎呦，对，泸州最有名的夜市，里面有超多好吃的。哎呦，想来就想吃，没有了，要超甜。到可以下班。你看起来怎么很期待呢？命运交给谁？我两个抽，直接抽下班啊！直接哦，直接一个下班，直追。中间这一个是谁？啊！谁？我下班了！加油！支持你们的，加油！你们一定要好好的把这些美食担起重任，吩咐给大家。哎，这条其实在我朋友家附近，他有讲说这里的东西真的都蛮好吃，对不对？很大吗？其实看不到尾。哎，其实蛮深一条的。对啊。可是它其实就是直直的一条，它比较不是那种往巷子里钻的那种。哎呦，最后面就是那个庙嘛。先不要管最后面的，我想吃地瓜球。哎，等一下，这个地瓜球没看过。我怎么长这样啊？你看，宝可梦。它是很多种颜色的地瓜球，好可爱啊！西瓜好可爱。西瓜这到底怎么弄的？老板来一下，来一下，来来来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特色。基本上我们这边都是用天然食材去做染色的。哦，不是用色素。对，我们是绝对不是用色素。我们每次的颜色都是随机出的，但是我们的味道其实都是一样。其他地方没看过，是不是你们是第一个？对，我们双北是我们就是第一间。而且你们店看起来好新哦，你们刚开吗？是，这间就是刚好很开幕第一天。全球哇，全台第一间，全台第一间，营业第一天，所以这家绝对没有报道过的，没错，保证。哎，我们很厉害耶，哇，赚到了，这好像神奇宝贝，黑色的是什么的？黑色是竹炭。哦、oh, ，我们是全部的配色都在上面，因为太多了。对，哦、oh, ，你们随意弄你们要的这样子。对。而且其实它的价钱就是一般跟一般地瓜球是一模一样价钱、欸。对啊。弄这应该很麻烦吧？比较搞纲啦。哇。有没有后悔？来不及了，没有，来不及了，都开了。第一天这个太麻烦了吧？一个一个弄。怎么每天都在那边搓、啊？好大份哦！这样子是多少钱的？给你这样是100块。哦，我们等于两个大份的。有两个。你坚持。哦。味道是一样，就是地瓜球。对。只是这是天然的色素。没加梅粉是对的，是不是？酥酥脆脆的，对，里面还是有保持那个 Q 度。哦，最喜欢这种空气感了。很 Q 哎。哦，好好吃哦，是好吃的地瓜球哎，就像空气感也够，可是里面一样保有一点点那种 Q 弹的一层薄膜的感觉，好吃哎。我们边左边看，还有地线就这么强。哎，这个很好吃哎。这样子。因为刚好那家是就是这个夜市的前面头那边，对，先买然后边走边吃就不错。但这边人蛮多的，嗯，应该学生下课来这边就先买一点点心啊，或者妈妈来这边买晚餐的那种备菜都不错。啊，胡椒饼，可是呢是韩系的胡椒饼哎，好酷哦！你们的胡椒饼怎么会韩系？哦，有创新的，是你们研发的吗？而且它是，你看它是起司加马铃薯加地瓜，哎，感觉好好吃。那你们最推荐的就是千丝的口味吗？招牌是胡椒饼。招牌哦，招牌就是胡椒饼。那就招牌一个起司薯条薯饼。对。哎。欢迎来到这个上完再玩。你好像康永哥，你感觉这边要停一只鸟。有一鸟，有个鸟。我是小 H 哎。你吃起来。这个是原味的，就有用三星葱跟肉，他们的招牌胡椒饼的。哦，用吸的。之前吃到胡椒饼比较像，我觉得会比较像那种可颂的饼干，就是比较像千层，但它有点像是只有最外层脆，然后中间它是 QQ 的耶。哎，看得出来里面是那种 QQ。对对，它这边的皮是有点像那种很有弹性的肉包，然后里面是 QQ 的那种。重点是它肉好吃，它肉是走扎实，它弹到有点像贡丸。哦，这么扎实。哦，扎实，然后有点像贡丸的口感，然后它的胡椒味非常的浓厚。它是最后你这样咬一咬，然后你吞下去的时候，你才会吃到那种葱的甜。いただきます。嗯，很好吃哎。对啊。它的饼本身就有那个甜味味道，而且里面的肉真的有够香的，嗯，尤其是那个胡椒跟葱混在一起，
搭在一起超好吃，不止葱的香，还有它那个葱的甜味都跑出来，你会觉得很像青葱的汤汁。对对对对对，好好吃哦！来头蜂起司的，起司的起司的，哎，起司的刚起锅哦，这是来，应该会买这个绝对是烫的，我有预感。还是你用剥的？不行啊，还是这样子。对啊，还蛮聪明的。哎，已经爆出来了，爆出来了。很少吃到胡椒饼是这个做法的，变薯饼的概念。啊！怎么弄都很烫。那你直接咬。可以。啊！哇！有哎！哎，很棒哎！它是那种奶油起司马铃薯的那种。废掉我的手指很值得啦！拍这个特写，为了拍这个特写。我的手指废掉了。吃，いただきます。第一名。马铃薯的绵密的口感，还有它的那个香气，对，跟起司超级搭。嗯。哎。很甜。啊，是不是因为还有加地瓜的关系？对，地瓜的甜。很甜，反而是起司里面的那个咸味，它帮助它起司它的甜味那种感觉。而且你的起司几乎全部在我这儿。对对对。来，有没有看？哎呦，这个，哎呀，哎呀，很会啦！不要牺牲我的手就可以。好像我第一名哎。对啊，这个超好吃哎。起司的奶香，跟它里面地瓜的甜，它变得很像是淋了一点点的蜂蜜或奶油在马铃薯上的那一种感觉。所以你在咬的时候，你会有错觉，很像在喝马铃薯浓汤，超级绵、超级绵的那种，好好吃哦，好好吃哦。这个小孩、大人都爱。而且这个饼皮居然，胡椒饼的饼皮居然跟这个那么搭，很搭。像那个酥皮浓汤的上面的酥皮的感觉，真的很厉害。这个超好吃哎，真的很厉害。我吃完了，真的很厉害。有必点。泸州夜市很强，我们继续吃。哎 ，Let's go。哎，你有没有发现过了大概十分、十五分，人吃突然变超多，人山人海。对啊，炸麻鸡要不要？哎呀，日式的哟。嘿嘿嘿嘿。你有推荐什么口味吗？我喜欢红糖。红糖？对，黑糖啊。黑糖。黑糖，黑糖。跟红糖一样。哦，好，那我们一个黑糖。喜欢吃花生啊。哦，花生。老板娘，你刚刚说可以综合，所以是所有口味都有。对对对。要不要综合？综合一个。综合。各一个了哈。嗯。嘿嘿。这个有点像那个炸鲜奶长的。不是，好像那个什么台南的什么。北藤桂这样。啊，北藤桂，白糖果。哦。有一点像，知道。哎，这感觉很强哎。六个口味都有。对，你们不知道要点什么，直接点综合。啊，现在帮大家吃吃看几个。也撒了超多巧克力酱。嗯，这个好好吃哦，好吃吗？很没有麻鸡的感觉。哦，那是什么感觉？一个炸的东西，它就是炸的麻鸡。不是，前面那个酥脆感很强烈，所以还吃不到麻鸡的 Q 感。嗯，所以咬下去的时候，第一个是不知道在吃什么，但是纯酥脆，然后咬一咬就发现里面有麻鸡，很 Q。而且巧克力很香，黑糖的。我更喜欢黑糖的。马吉本身的那个有点带米香的，它跟黑糖的甜味超级搭。对，吃一个蜂蜜的吧。蜂蜜这个蛮特别的，蜂蜜更好吃。黑糖更好吃，拜托。没有，蜂蜜真的很。黑糖更好吃，你看你换。现在在网路上跟我吵架。交换。好啊。黑糖更好吃。来啊，你二三。对啊，黑糖更好吃。直接认输了。输了吗？我觉得是不同的好吃，可是它很，我觉得这个炸麻糬非常非常适合搭粉状的料，对不对？很适合粉的。粉的那个黑糖的那个香气变得超足，其实它加这种酱的也好吃，只是酱的就是有一种很像把表皮的油跟它的酱混在一起的那种感觉。对，你形容的很好，我刚刚想的但我讲不出的全部讲出来了，
粉的很搭，然后它的那个粉粉的口感跟它的油混在一起之后，对对，不一样，看你喜欢什么，但是整体好好吃，嗯，很特别。卤肉夜市怎么样？我第一次来就是没想到有这么多好吃的。哎，我之前来真的都只是随便买个水果，我突然觉得我应该道歉。这边的庙是永联寺，也很有名，大家就是可以来拜拜之余，来这一条这样逛一下。推荐给大家，没错，卤肉夜市是的，必来，没错，要来哦，拜拜。又到了开房子女最喜欢的系列哦，什么系列？开房猎人，最想开房间的你，看房间啊，看房间啊。高雄你常来，虽然是你的地盘，对呀、啊、所以你现在是在帮我们大家开发高雄。但其实虽然我们对高雄算熟，但住宿其实不熟，因为我都会住点一个地方。好，这不是重点，主要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个住宿呢，交通位置相当的好，六合夜市就在那里，美丽岛站也在那里。步行过来之后，来到这边，我特别帮你。这个蛮算是小资族的喜欢哦，对，在疫情之前呢，这也算是联合国，没错，各个国家的人来就喜欢以这边为驻足的点。因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它一楼有酒吧，对。楼上有住宿，地下室有你最喜欢的艺廊，有艺廊，对，这是一栋结合了各个文化不同地方的小民宿，而且很棒的，就是因为这样，你看你们喜欢什么，通通都帮你们找好。像你可能一来就想要先去喝嘛，对，对啊，那你要不要先去喝？你喝，我去艺廊逛嘛，我去妥一下，先开房间，反正你看三鸡嘛，一人的鸡嘛，看谁要配谁，然后我们回来再酒吧聊啊。这就适合你啊，开房系列，你可不可以帮我们当秘密客？哪一张床最好睡？但是今天陪我们看房间是男老板，我想要床这件事，我应该就不用体验了吧？这不是阿文最喜欢的吗？不然在开房间让我，我已经出柜了。对啊，我每次来这里都忘记要出柜了，忘记了，我要出一次。忘记我是喜欢小鲜肉。他今天还蛮鲜的，很猛。看一下，哎，他今天体脂只有4%，他今天很猛，他今天。你这个不是难民了吧？帅，很帅，这很猛啊，很帅。好了，看房了啦。我现在大概好害羞哦，看一下，看一下，十八八，十八八。来，我来看房间。房间，这个门好可爱。老板吗？这里，老板你好。来，小长廊。啊，这里是让人家就是要出去玩的时候，比如说 check out 之后，然后行李可以暂时放这里，是不是？对，没错。好贴心哦。看这个瓷砖，这就是老宅改建，真的保留一些老的东西。这边的房间都他们自己设计的，包含整栋这个老宅都他们自己重新赋予它新生命。你看，还结合一些年轻的元素。哎，301号房啊，很厉害，我生日啊，没事，继续看。哇，很大哎，你看，很大。哎，我们这样是要先看厕所还怎么样？都可以，看你的房间。对，总之，我想到介绍的人无所谓，他是镂空的，你从这边看那边，还跟我们打个招呼吗？哎，那你的朋友你好。洗澡啊，如果怕害羞，他这边还是有一个可以关啦。但打开的时候，视觉颜色也小巧。但是我觉得，老实说，以民宿来说，很少看这么大的浴缸，这是饭店的规格。对，而且他这边 CP 值很高，就是住一个晚上好像2000出，2000。然后你看，它是2000出，对，2000出。然后你看它的空间这么大，有浴缸，然后还有一个淋浴的空间。对，这是干湿分离哦。这边是淋浴间，然后过来这边泡澡。还有这边厕所。对啊，哇，很棒。然后自然的采光，然后这样子通透的感觉。我最喜欢的就是它结合现代之外，就有一些那种保留老宅的元素。老宅的元素，我觉得我好喜欢。打开看外面的，可以一边泡澡，一边看外面吗？可以借酱油啦。哇，什么？哎，你干嘛了？喂，坐一下，坐一下。也是一种在地的气息。对。那它这样设计有个好处，如果你是情侣来的话，你可以这边泡澡，这边放酒，放蜡烛，刚刚好。如果对方不想泡，他也可以在那边躺，在那边看电视，陪你泡澡，陪你聊天，我觉得还是有一点隐私的感觉。而且他这个是亮光漆，是不是？姐小心哦，这有高低差、啊，高低差，你要小心。高低差这个东西你要小心。各位，我要跟大家说，我跌倒并不是由高往下，而是由下往上。小心，我要小心高低差。而且要告诉他那个位置呢，有个凹槽，我的手。就在那个位置上面哦，没有顶到我的脸哦，我的脸就在那个石板高的地方碰下去。重点来了，如果我是喝醉就算了，我还没开始喝。原来这很舒服啊，我的床是这样。那这个是可以在另外两个人睡的床垫的意思吗？对啊，沙发床。沙发床啊，那你知道他们加价吗？这一加
刚才我也想看一下，我觉得这个也是做两层。哎，你是防小偷吧？哇，哇，很有味道哎。服了。对啊，简单的一个小阳台的空间。对啊，打开来通透的感觉。算是有工业风吗？这面墙？对，这我们设计师刚出来设计的。对啊，要融入台湾的工业元素。哦、oh, ，就是以台湾，所以我们要假装自己住在铁皮屋里。这个是真的建材的浪漫。哦、oh, ，是真的哦， oh, 这不是铁， oh, 所以不会吸热就对了。不会。我、oh, 好喜欢这个哦，蓝骨头。而且你们之前都有设计的背景。老板，你这边还有一个海景消波块，是台中的，来自台中。还有一个人在这里，还有在这里。对对对。你上次处理的那个。对。真的是你，是你。开玩笑的啊！哇塞，你的本质也是哦，哦没共鸣。主要高雄是个港都，是。那我们这边的元素就会放进比较多海边、啊，像这边海景，然后那边也是海景。哦，哎，这是不是就是这边的总统套房的意思？哇，算是。哇哦，还有手风琴哎，噔。哇哇！哦，这个厕所好棒哦！这个是跟我们拍那个美居宿舍那个哦，很像，你喜欢的那种白色的这样子，然后光这样洒下来，就是干干净净这样子，洁白的。我喜欢饭店有采光，这一间泡澡窗户就可以开了，真的。因为这就是你讲的，它有点隐私，反正外面看不到，它知道有人在泡澡，它怎么都没看到有人在泡澡。对，这间是你设计的吗？这跟我们设计师设计的。哦，你这个门不是用拉门吗？这里有像这样子用推的，对，有法式风格，就像越南那种，对对对对，精致的那种。拜拜。眼睛。声音哦，我听到，我说我们被关起来了。什么？我们被关在法国。隔音是吗？隔音蛮好。对啊，隔音蛮好的。对。这一间的话就是泡澡要看。哦。哦，可以转过来。老板的坐边的。对，我想坐边。老板喜欢这个人笑。然后这也算四柱床啊，会有声音吗？不会，没有声音。看这老式相机。我们设计师他本身有300多台相机。哦，我真的觉得哦，一个饭店很多小物看到细节很重要，品味，棒，很棒，很舒服。采光也很棒，价钱也很漂亮。这个多少钱？这里多少钱？2000多，这也是2000多块，所以是哇，饭店的享受。每一间房都是3000有找嘛，可以这样子讲。然后空间都这么大，你自己想想。老板，请问你最实惠的房间是多少？最实惠房间大概1500到1800，有1500的。那我们现在要不要下去喝点酒，舒服一下？我等很久。OK， 爬了5楼了 ，Cube 的很好，嘴巴干了。好，那我们现在赶快去，走，亲。开始了，如果来住这个民宿是唯一的，真的不用带酒的，不用带酒啊，完全不需要，下来就可以喝酒，就是放松嘛。而且你难道碰到一个跟你吧台调酒，他会跟你聊天的？他会了，他只是因为他会讲话，听说是你朋友是吧？没有，我是朋友的朋友，刚刚才认识的。高雄很燥，还好吧？打出来选议员，在这边选议员吗？还好了，民意代表可以吧？啊，里长啊，我选里长，然后网络单元在，我再带你们去吃啊。来，那你自己要聊要先。哎呀，这是什么醋吗？对，加醋的调酒醋。不好意思，你可以清醒一点吗？你看起来很宿醉。我告诉你，等一下我让你宿醉。你现在调的是梅子酒是不是？我会帮你们上2杯调酒，流浪小岛。然后另外一杯是草莓的玛丽马黛小姐。OK， 所以你就喝了这一杯，就会在一直在那边流浪，然后出不去的。应该只有纸。你看我干嘛？哎，我是名花有主哦，看就看你用那个眼神。你在这个小岛里，难得听到自己说自己是花，代表他另外一半就是你。哎呀，名花有主。你怎么知道我是草？我必须跟大家说一下，在酒吧点 whisky 的话，拿这个杯子啊，就代表专业。真的，我们香味。对，因为它是要你闻它的香味，代表它的 whisky 是好的，才会给人奖杯，不是违规。对，而且我刚刚在这边发现了，老板其实是收藏家，在我身后的 whisky 都非常厉害，都是收藏品。第一杯制作完成，猪血糕吗？上面我先介绍，它是那个。要 whisky， 然后美酒、葡萄柚、水果醋，
然后下去制作。然后这一杯怎么喝？它就是上面是用昆布茶，然后你所看到上面有加那个芥末跟黑胡椒粉，旁边的话是加黄金鱼干。你说第二杯是什么呢？瓦利的马黛小姐，那它是使用马黛茶，然后加了桂花跟咖啡，主要的还是以草莓为主，基底的话是 rum。Rum 加马黛茶，然后再加当季的水果。它上面主要的是我使用了草莓果干，也是用新鲜的草莓下去做。我真的，我有喝出茶味，跟那个跟草莓果干刚刚吃下去的时候味道，但那你刚那片那个叶子啊，好浓哦。它的那个味道比我想象中的还要重耶。什么感觉？主要搭配下面的草莓果干的时候，你就觉得是协调的感觉。怎么样？怎么样？太呛！太呛了吗？好辣！好爽！好爽哦！好像我的更爽。那个你吃完可以再配。好，它喝起来就是一般的酒味很浓的水果酒。如果你喜欢水果酒，但你又怕酒不够浓，你可以选这个。哎，我觉得还行哎，酒味好像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它有点像杏仁酒。嗯。好清爽，这个我喜欢，甜甜，哇哦，怎么样？怎么样？下去怎么样？是不是太直接？又呛又辣，哇，太直接！瓦萨比的呛，然后配上这种清爽。你可不可以再给我们昆布的那个糖？可以啊，我再做。过瘾，因为我刚刚看他手会抖，他会不会是不小心吃傻？你要喝喝看他吃那个，我真的觉得很好。真的，你不要做效果都傻很多。这我觉得应该算是新的一种。对，如果你在家里面，你真的想要下酒，我就可以你可以买这个瀑布，然后自己买瓦萨比的粉粉来撒。我觉得这下酒，这我就让我觉得今天发现了一个好东西耶。你要一口完全不一样。那你先喝一口。刚刚也是长这样。对，吃的不是用闻的。你要先喝一口，喝一大口，然后吃一整块。我帮你加料。冲击感。很爽，可以，很爽，是不是很可以耶？很搭哎，很舒服哎。我觉得这个很好，再吃一个，可以吗？可以啊。这个真的蛮好吃的，哎，很棒哎。你们等一下再来试试看，哎，很棒哎。那我们等一下吃，我们先吃。哦，然后这边有，还有很多食物，就是配酒的嘛。对，这中间是什么？樱花虾烤饼，然后里面使用有洋葱。然后 cheese， 然后还有樱花虾，然后樱花虾也是使用东港。哦。那这个蘸酱是搭这个？好，这个蘸酱的话是搭配你们这前面看到的黑轮片。对，我要先讲一下，他们食物很用心哦。好，他们都找在地的那种市场的，就是手做的美食这样。哦。然后拿来搭你们的酒这样。好香啊！光闻就是。所以你来这边想要吃一些在地的东西，你可以来。就早餐也是嘛，对不对？早餐是那个老姜粉茶。对啊，对啊，厉害的，谢谢。马哥，珍珠你要吃一下。好好吃哦。樱花虾很香，然后高丽菜淡淡的味道，洋洋葱，对不对？是高丽菜洋葱，洋葱，哦，刚刚解腻，所以上面这一层又是一个焗烤，它其实是韩式的墨西哥鸡肉，对，可以这样子讲，对，满满的，我这剥开，哇，那樱花虾味道不是像你单吃那种炒饭的时候很浓烈的那种虾油味，它是淡淡的清香，对，在里面，然后跟起司也蛮搭的，我没有吃过，我也没吃过，从来没吃过，那是我老板研发的，很棒！哎呦，厉害！哎呦，厉害！厉害！老板很厉害，自创的黑轮片，黑轮片花枝姜，奇异黑轮片，奇异黑轮片，超级厚，超级厚，真材实料，很扎实。主要是他们外面这样烤的这样很酥脆，厚一片，但里面还是你就看出来是压了加醋，嗯嗯嗯嗯嗯的。对，他加这个酱都有点像泰式的感觉。对，那这个酱就泰式，就像那个月亮虾饼。对，虾饼。我觉得，如果大家有空来高雄走一走、玩一玩，然后你又是小资族，你又希望说你花这个钱又可以到看看艺廊。然后有个好的住宿，然后又可以不用去很多地很远的地方喝酒，因为有时候最害怕你住的地方方圆几百公尺里面都没有酒吧。重点是你还可以遇到一个有电影可以看，有东西可以喝，有一个吧台跟你聊天，然后可以知道你的需求，听你的故事，为你的故事调了一杯酒，然后我们说昆布糖好吃，他就马上帮忙。对，再把刚刚的 pose 摆出来。在这儿，对，昆布糖刚给我的这个吧。Ending pose 哦 ，Ending pose 哦，预备备，起，贴心的。哇！